剧集《驼枪师姐2020》正拍摄得如火如荼，这天陈豪、萱萱、海俊杰、张彦博、黄建东、林颖彤等齐齐为剧集开工。阿木和萱萱在上一次合作的《使徒行者2》中有亲热气氛，这次在新剧中再聚首，大家当然很想知道他们在剧中有没有感情线，不过阿木就对剧情大卖关子，不知道，要看看啊，战机们他们会怎么写吧。其实我自己也蛮期待的。对，刚刚看你们一起拍的时候很快乐，海哥你就是那个很特殊的技能，就让全部人都在笑。其实我是乱来的，在排的时候就随意就去做，但是然后就全世界都在笑，然后阿猫说就这样做吧，很搞笑啊，很搞笑。我刚刚看到阿猫就是有一些戏份，就是忍不住一两秒就要笑出来。对，就是我是 Jessica， 对啊，他就是笑到哭了。对，是。顶不住啊，顶不住啊，他太厉害了，跟你说。作为一直很受欢迎的警匪题材剧集，动作场面一定不可少。海俊杰就透露，他和陈豪有对打的戏份，叫粉丝好好期待一下。我们也练过一次，在公司也练过一次，他好厉害，到时候要某个手下留情，他的功夫啊。那时候要打的时候要脱衣服吗？一点点吧，一点点吧，对呀、啊。这脱下面还是？对，我俩都会把我们一部分的身体都拿出来。对呀、啊。他问你下面还是下面呢？你想看哪里？对，要脱了，你们脱了也都看哪里、？OK。这天见剧组气氛那么欢乐，就知道大家拍剧拍得有多开心了。白老也说，在剧组每天都笑不停。本来非常的紧张了，因为很久没有拍剧了，然后今次可以跟他们合作都很开心，他们很会搞气氛。我们就已经开了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群组，然后呢就分享好多那些什么美容啊，什么什么那些，有什么收敛啊，那些神剧。所以说你们那个不是查案的小组，是美容的小组，对不对？其实有他就肯定有很多心得了。对啊，其实他每天都在自拍，最贪恋的自拍。可是你每一张照片都是同一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的。有吗？你这么留意我吗？我常常看到你有瞪的地方，原来他是这样的。你知道吗？他很需要我们每天都有赞美他。如果我们不赞美他，他会觉得哎呀，我好像不开心。早前东东在社交平台上载了一张自己97年的照片，瘦削的身材令大家感到很惊讶。东东也说想显到好像23年前那么瘦，没有变过，只是胖了一点点，没有整过，完全是自然。一点点啊、对，很多胖了。不过我看见那个 pose 啊，我觉得这个盖着头，我觉得很恶心、啊。你现在可以做一次吗？那个 pose 怎么做？你的手已经胖了，我已经盖不过了，因为这个，对啊。已经卡住了，一直说减肥也减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其实真的可能我太开心了，跟我们同事合作这个群组就开心到，就我开心了就可能忍不住吃东西，就这样子了。